我名字叫 Lester Hall， 我是来自 KK 沙巴的。我是通过 Elvin 跟 Eric 老师的课程才认识到 Edwin V 的老师的课程。我在 Facebook 有看到他的那个 page， 然后看下他的 live， 看下他的 video， 我才知道 Edwin V 老师有教到什么课程。我学到很多东西，尤其是买房地产的怎么样refinance， 然后怎么样买正确的房地产，然后价钱也是要买对的。 Magic Number 是有帮助到我了，然后是给我一个 shortcut 的指点，再怎么样算，而怎么样买钢的房地产的价钱，然后它的全部的这些 value 啦。上了三天，然后我已经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签了 Platinum 了。我在 Platinum 希望我可以增加我的生意的 sales， 然后还有管理我的工人的一些问题啦。三天后回去，我打算就慢慢的去找房地产，然后可能会找一个适合的，然后可能自己做我自己的 Airbnb。 我很感谢 Edwin V 老师可以教到我很多东西，我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，然后帮助到我怎么样看房地产，然后怎么样搞好自己的生意。